中华六旬爱心慈善会为民国96年成立以来，是点点重视社会爱心活动，为着要让更加侪人加入爱心的行列，六旬慈善会20号是举办一场爱在悬上关怀弱势的慈善音乐会。在优美的音乐声当中，中华第六信用合作社爱在悬上关怀弱势慈善音乐会正式开始。中华六旬为着要让更加多人理解弱势族群甲遭到意外人的需求，每一年拢会来举办爱心关怀活动。在今年是第一届甲台湾省慈济爱心会来合作举办慈善音乐会。中华六旬哦，爱心会96年成立到今啦吼，这真侪年的中间这个时间哦，咱所有关怀爱心的活动甲经费，拢是咱中华六旬的努力。甲中华本咱迄个做啥提供经费赞助，咱即届是第一次甲其他爱心迄个同仁哦，大家合办一个活动，嘛是咱第一届哦，对我有模仿啦吼。啊，讲实在哦，虽然是第一届有模仿哦，我即届成果哦，都无啊，感觉有一点超乎我的这个想象哦。可见哦，咱在座哦，就是大家在这小的到处都是处处充满着爱心啦吼。啊，尤其是我感觉。我们招募六线的客户了，在好朋友特别特别有爱心、哦、所以哦，应该按大家给拍点好爱，谢谢。中华六旬总经理表示，社会上有真侪弱势团体需要大家的关怀，透过这场音乐会，让更加侪人会当有机会来做爱心。那我们六旬举办这次爱心音乐会，最主要的目的是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哦。来关心这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在社会上，这些人真的很需要我们去关心他们，去关怀他们。这是我们彰化六旬能做得到的。那以后我们也会持续的继续做下去。乌会立法委员王惠美表示，虽然即马景气唔是真好，但是希望会当有更加侪企业会当投入爱心慈善的工作。温主席跟我们谢总经理的领导之下，我们六旬啊在信和社。可以说啊，业绩都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哈，那风评是非常的好。那从事我们的这个慈善活动有将近10年的时间，那这一次呢，结合了我们这个啊慈济这个啊慈善会跟管弦乐团，我相信效果是更加的不一样啊。那而且哈，哎，感谢大家出钱出力，而且祝福说，咱出愈多，钱开愈多，好朋友，互恁赚到千千万万倍，啊，下边你赚到钱，摕来六旬行，赚到钱，咱过来做较侪慈善活动，安尼好无？好。这个六旬爱心会号召各界善心人士响应，募到200多万，专属捐助予彰化县需要帮助的13个慈善团体或者是学校。现场嘛来举行颁奖仪式，邀请现场观众共同见证这美好的一刻。新彰化新闻白炳麟，彰化采访报道。